you wanna be you, wanna know why I'ma be your first but the last one I'm not good to be your life I just want Hi, 大家好，我是袁娜，今天要拍真理泳衣。我选了几款呢，我觉得自己比较喜欢的款式，但是因为是网购嘛，所以可能会踩雷，所以今天分享给大家哪一套很赞，哪一套不需要。那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留言你们最喜欢哪一套，自己没有业配，是纯分享。最近有点爱上分享自己买的一些好物，你看夏天到了，而且今天是台风天，然后因为我其实已经订好今天要拍泳衣给你们了，但是因为外面风大雨大太阳不大，对，但没关系，我们该大的地方有大，对。好，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先给你们介绍第一套。第一套就是我现在穿的这一套。这套的话比较鲜艳一点，我应该再买大一号的，不然有点太小了。它的全身是长这样的，后面呢是做比较绕脖一点的设计，搭个遮阳帽啊、小配件啊，或是穿个牛仔裤也很好看。它也很显白，然后里面有自带胸垫，所以不用担心。因为不是在摄影棚啊，我家比较小，所以别介意啊。对，裤子是整体是这样。我终于找到唯一跟它颜色比较相符的配件了。五月花，卫生纸。我知道，好像蛮适合嘞。好，我们换第二套。好，第二套其实我蛮喜欢，而且蛮少女的。给你们看一下全身，很修身，就是我的腰，我的腰是有被收进去的，你看放出来收进去。我觉得这款会适合大部分的女生，因为这款真的很好看，这款真的不挑身材，我觉得你看我腰跟这个臀的那个比例好好看，然后再搭一个，这个很适合有点公主风，搭一个这个有没有，一整个有点芭比的感觉，它里面就是有附胸垫，所以它不会让你看起来平的，所以它这样，哇，这套是很好看，就这一套是那种，你看它基本上你滑就是游泳啊，它是不会掉的，这一套真的很显气质。第三套就是比较基本的，像黑色的这样，比较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不适合游泳，因为它不是那种像上一套那样很紧的，这个就是穿着美好看就好。它的这个设计比较简单，就是一个这个，然后加裤子这边会有两个，对，也是一样的造型，跟这个一样造型。然后我觉得这一套因为比较简单，我就再搭一个这个去海边，就是搭一些饰品，让你的整体看起来更精致一点。不然你们能不能 get 到它的美？看我还是有小肚肚，但是只要女生自信就是美。或是戴一个黑框眼镜，很像那种就是那种老师或是那种比较知性成熟一点的人会穿的比基尼，我是以动漫为标准啊，我不知道现实是怎么样，我是以动漫为标准啊，动漫老师都很辣的，一个遮阳帽，然后墨镜一戴，谁都不爱，有没有那种韩系的感觉就来了，是不是很美？背后就是三角的，然后比较。肌
本内衣，可能手上再戴一些首饰啊，或是一些戒指啊。但是拜托，穿这样这么美就别游泳了。不然你那个首饰啊、项链啊、什么衣服都被喷掉。真的，有些衣服是要靠你的就是搭配。如果可能这样，可能就没什么嘛。但是如果你全部这样穿，啊 ，I'm a queen cat， 救命！还是不要讲话好了。下一件 ，OK， 这是我们第，每次都不知道录到第几套，但。随便了，这套应该是第十套吧。这套呢，我买它是因为它在小红书上面销量最好，就是我买的那一家的销量最好，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大家都很推，一下来就说好推好辣，穿起来好显身材。因为我刚刚这样穿上去，我觉得不就普通的衣服搭上了一个这个吗？就跟我上一件没什么两样。我后来一把这个短裙穿上，你们看。你看这样就很显腰型，或是你再穿高一点也可以，然后不经意的露出一点点也有比基尼裤的痕迹，就是这样。侧边，你看侧边多显身材啊！不过我觉得它的这个项链的质感没有这么的好，但是这件当然不贵，所以大家也不要要求太多。我看一下多少钱来的，姐妹们，我买这件不到300块台币啊，超便宜有没有？这一套真的。冲了吧！我现在推的这些都是淘宝买的，所以都不过千吧，应该是，就是都很好看。它这个东西很酷哦，套着的，很酷吧？这个链子就看你随便要怎么样，看要这样当夏威夷 girl 也可以。这件的穿法很多，所以之前我也蛮推大家去买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当做领巾啊。这是也很好看，我真的救命，我真的太会搭了吧！这样，这套如果单穿是这样子的，然后穿上我们裙子之后，哇，更美了！哈哈，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播报员哦，救命哦！然后它的背面呢，也不输正面，也是非常的性感。我们下一套见，拜拜。这一套呢，就是我觉得它是偏造型，然后适合去拍照啊、写真啊，也是欧美性感风。这一套我自己搭了一个颈链，因为我觉得这样有点空空的，它是不是比较属于线条感？然后它这边是硬的，没有放钢筋，是钢筋吧？钢圈啊，对不起。因为我平时在穿无钢圈的，那背面就一个比较细的哦。对，我觉得它这个很特别的是，它是扣的。Oh shit！ 救命哦！它是这样扣上去的，幸好是自己剪片。它一样里面有附胸垫，我现在基本上我介绍的每一套都有放胸垫，这边就是一定要得除毛啊、剃毛啊。各位姐妹才能穿哦。当然，如果你们觉得上身很好看，可以换一个黑色的全黑内裤也可以。但我觉得不会有人懂，懂的话加个一。这一套应该是里面最性感的一套，但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因为有设计感。我真的没有跟你们开玩笑，我觉得这几套我真的都很喜欢，拜托你们冲去买，这套真的有在好看哎，它很适合擦红唇。红唇加眼睛，然后绑个小公主。这套我觉得真的很好看，但不知道有没有人懂。它中间的材质呢是透明的网纱，不是中空的哦。整体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之性感，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它上身呢是有用钢圈做定型，让整个胸型看起来更好看，再搭配一个墨镜，哈，一整个女特务。啊、不能对到人的那种哦，不然，哼。对。最后一套了，最后一套就是我们芭比粉，但是老实说，这个荧光粉还是真的显黑啊，但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灯光都暗下来了。搭一些配件，粉色配件。
包包，荧光包，这样子补妆是不是很好看？这件的聚拢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的尺码偏小，如果你要订的话，记得订大一号哦。这套呢，因为我在家拍，所以比较显黄一点，但如果实际上在有阳光的地方的话，还是会显白的哦。但是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反正我猜男生是不懂啦，但我们女生喜欢就好，呵呵，是不是很可爱？结束。看完这几套，我也忘了是几套，你们这几套最喜欢哪一套呢？记得在底下留言，希望自己没被黄标。毕竟我好久没拍真理系列了，但是这次的真理系列比跟以往的不一样，真的是找了好几套我自己好喜欢的衣服分享给你。其实我买了几套我没有开箱的，你看，譬如说几套我是没有开的，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么好看，我就没有拍了。所以呢，我就选了这几套试穿我觉得最好看的，然后分享给你们。然后下一集我会拍芭比系列，很多粉色的衣服，毕竟现在芭比真的太火了。其实我没有芭比的童年，但是我还是要拍，我们下期再说。我最喜欢的好像是，其实我觉得第二套真的很百搭，出乎我意料。